呀嘿，十字路口终于走向国际化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啊。机票在这里哈。有。现在我马上要登机了。好呀。哎，我们这一趟呢，到纽西兰出外景了。等一下，可是宪哥手上这两张，那只有跟宪哥。那当然啦。纽西兰我们去呀，你们两个留在台湾了吗？对。这一趟就是要去哪里？要去《魔戒》的拍摄地。哎呦，赶快准备登机，准备登机！嗨，嗨，嗨，专的，哎呦，你怎样？啊，真的。这边登机的让我看一下，您的位置在这边，麻烦请跟我来。是是。我们两个要分开。啊，我们坐这。我坐这里啊。你不会打我的头哦。好棒，好棒。哎，他们这个学校听说啊，你学生都长得很漂亮。对，出名的漂亮。哎呀，哎，我们要好好去关心一下吧。好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哎，我是医生，我跟你没事啦，他吃太饱了啦。你看不出来。两个美女帮他洗皮了。哇，这个快，快，下两个，下两个。啊谢谢，我知道了。所以我们要在飞机上面哎。对呀、啊，见鬼了！哎，这飞机啊，赶快坐、啊。哎呀，鬼啊！有人在飞机画面看我们。哎呦，吓死人了！哎呀，搞老半天了、啊，原来这是真理大学啊，全中华民国台湾城唯一一个有模拟机舱的，就是他们了。谢哥好。而且我跟你，吓到你了。哎，是是是，没有没有，转过来看到才吓到。这是老师啊。老师，好，老师，介绍一下，其实这个是我们真理大学麻豆校区的航空模拟客舱，好棒啊！真的是真理的学生呢，听说长得很漂亮，对，听说这学校里面呢，男女的都美女哦。对的，我告诉你们，不要这样乱拍马屁，像话吗？真理大学等于是我们全中华民国台湾城最好的一所大学。谁敢拍马屁？是这个航空服务管理、啊、真的吗？那这将来都当空姐了吧？对，在我们严格训练之下，你们要先让我们实习一下。他们这几位空姐，他有没有分上空或者下空？哎，来，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，是要吃哪一道菜啊？就是高叉叉叉。茶膏嘛，茶膏嘛，你这有茶膏吗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交代下来，我们立刻准备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那就请啊，准备了，我们坐了，大家请坐，好好好，来享受我们的服务。哇，才四个人就说大家，可是我服务美女耶，好好啊，哎，这是名人餐点，啊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？讲着讲牙齿都不张开，有牙齿放在那。天哪，这是年餐点，蛮有哇！哎，茶糕，哇！茶糕底加了啊，这里茶糕，那一人一口了啊。哎，宪哥，干嘛那么那个？一人好像三姐妹都有意愿想要以后在飞机上服务。是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是不是现在要跟着我们实习一下？啊，哎，宪，等一下，老师，可是问题是他们两个有可能，可是问题是我们身高有点。你身高有问题，但他们两个发音有问题。我都开玩笑了，妈的！先生，哎，没有爸爸，哎，刚老师，我可以教老，哎，你看，经过乱流，什么流？什么流？乱流，乱流，还好我是念英文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pressing through some pressure, pop, pop. Sit here and fashion your seat belt. Thank you. And follow me. 哎呀，好，那来念一段，预备起。沿途乱流，各位贵宾有耻！要怎么样？拍谁？拍谁？不会啊 ！I'm sorry。快点，再认真一点，好不好？认真一点。快点！沿途乱流，各位贵宾有一耻。你怎么？你都看三把嘞！等一下，我害羞了。乘客，我们的空姐已经发疯了。嗯，好，经过乱流，各位贵宾，我们即
即将通过一段不稳定的气流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您留在您的座位上，并系上您的安全带哦。哎呦，请你留在您的座位上。吃完我们的茶糕嘛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是我们跟同学玩一个游戏，好。哎，好，好，互动一下。玩成语接力了。哎，好啊，我成语挺厉害的哎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那我先跟你。人之初，人的性本善。不是，不是那个啦。不是那个。我跟他对挑一拳，好不好？你先出题。嗯。旭日东升，升。升，太阳升。我不会耶，升华阳历，可以依你一样吗？来，我们赶快吃茶糕。真正哦，跟你讲，真正哦，来来来来，谢谢老板，有没有看到了？哦，嗯，好香哦，哇，哇，叮咚叮咚叮咚，厉害！再次要感谢我们真理大学的同学，我们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啊，这里蛮漂亮的呢。对啊，不离啊，水嘞，哦，就水。这哪公情侣呀？还是跟王阿伯？哎呦，阿弟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帅哦！你本人比在世上看还帅哦！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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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蛮期待啦！哎不，一流啊，卖进去了，上次一流啊，一加六多少？七，一流啊！是的呢，哦，搞嘞，头家牛在赞哦，我们在喝喝茶。啊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花茶。花茶，但是新鲜的花草茶，综合的，嗯。但是我小瓜不做摇摇，你这个有啥物物件当吃？我只有做侪项物件好吃诶。最胖诶！你想要吃啥？顾着你传。现在你来传传，我来。会当接秋诶。嘿。反正都要是啥物一凉秋嘛，一抹秋。我只有迄个秋帅滚黄啊。那叫秋帅滚。那个蟋蟀，我们用油把它炸过，然后就会变黄金，叫做秋帅滚黄。嗯。来。好香哦！秋帅滚黄，快快，哎，往过来，我去给我回。王彩华的第一次就在我们十字路口。老板娘，你先吃一个。我先吃哦。你如果自己不敢吃，我们为什么敢吃呢？这样子啊，你吃了，如果不敢那个，你就是这样子。那里面还包什么？你吃了，我们王彩华才敢吃。地瓜很好吃，还包地瓜，这样。你的表情要对脸，不是要对镜头啊？表情要对，真的很酥，很好吃，你试试看。你要吞下去，一进到，我一定会吞下去。有的人那个吐在旁边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哎，彩华姐来，哎，招一对啊，招一对啊，很高兴。起来，我赢。叫哥哥。叫哥哥，你叫哥哥，我就帮你吃。哥哥，叫爸爸，叫爸爸，爸爸就帮你吃。爸爸，叫爷爷，爷爷就帮你吃。爷爷，你在干嘛？在看报，你个提起大招，惊死我！今天揢一支巴刀来跟我讲哦，哎，这只恁大只，这只哥哥大只，哎呦喂！好，宣布，这一支是今天的冠军。我为了王彩华，我把它吃下去，好不好？哥，你好伟大哦！康康之所以可以深受各位妇女朋友喜爱。当然有他的一套。哎呀不呀！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我唱王炳源的歌。什么歌？小薇。小薇的。小薇呀。这一下香草加香菇。哦，香菇哦，切点香菇，然后香菇重的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好，香草加香菇哦，哇，这个一定赞的，来，刚刚你中下啦，你刚刚讲香菇啊，我厉害，你这两个来，教，教阿姨，你
叫我姐，还是我阿英叫？叫阿姨。阿姨。叫妈妈。妈妈。叫阿妈。阿妈。叫亲爱的。亲爱的。叫阿娜达。阿娜达。我爱你。我爱你。王彩华之所以能够得到全国妇女同胞的喜爱，就是她有她的一套哦。来。你要问我什么味道啊？什么味道？小伟，你可知道我爱你，小伟。来来来。